各位进到简报86页之后，那个是我们去年做的作品哦，就环保纸风车的。你点一下下面这里有一篇我部落格的文章，有看到吗？哦，下面这个连结打开之后，我那一篇文章里面我有把完整的程式码贴出来。好，所以你打开之后呢，你往下卷动，就是可能在比较下面哦，哦，就是进来在这里嘛，你卷卷卷。有没有下面有一个完整的程式的概要？第四个这里面往下，在最下面那里，最下面最下面，哎，看到了，在这里有没有遥控器按下那个？我是按下那个一个圆圈圈，你用哪一个按键都没关系。那一样的，你应该不希望随便手机放下来被人家动到也会开灯翻关灯或那个打开嘛？所以跟我们语音辨识一样。我也是按下就执行，放开就停止侦测，这样是比较没有那个风险，对不对？不然按下去就一直侦测地轮环啊，不知道怎么停止它。好，所以程式码长得像这样子，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针对什么行动装置的，它可以侦测的有很多个方法，你可以左右，这个叫做翻转，看呢。这一种的，这样子叫做翻转，然后呢，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叫做旋转，就是这样子的叫旋转啊，好啊，这样子的叫翻转，好，所以你可以选择。那这个在哪里？你找一下，在我们的进阶功能里面，你先找找看进阶功能。昨天我们语音声控的下面语音朗读有没有一个行动装置？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是不是只有四个积木而已？四个积木，所以就是先有这个。那只有一个重点，你要看你要侦测是哪一个功能，那你就去看它大于多少，我就当作是你启动这个开关嘛。比如说翻转的角度大于多少啊，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旋转的角度大于多少，我就当作是，比如说你是开门，小于多少我就当作是关门，就是那个概念。好，我们回过头来，你知道积木在哪里？回过头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刚刚的这个程式码，你看在这里，我把我收起来，你看，你家，当我行动装置是不是要开始侦测了？如果怎样？哎，各位，我们从国小，你们有学过造句“如果怎样就怎样”吧？这个应该一二年级就有了。你看，如果我左右翻转的数值，左右翻转的数值大于零，大于零表示我向右转，就是我们左右不是这样子吗？大于零就是往右转，我如果没有记错是往右转。好啊，小于零，你看这个，我没有先用这个判，如果它大于零的话，我就转动嘛，对，风车转动。那相反的，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否则？因为执行是当它符合上面这个条件的时候，我才执行嘛。否则代表什么？它等于零或小于零。等于零就表示你都不动啊，我就风车就停止啊，这样 OK 吗？这样有没有点概念了？所以你如果想要把这个功能带进来的，你可以尝试把这个，我需要先丢在这里哦，先丢这边。有没有看到你可以侦测，它还可以侦测加速度哦，但是我是怕你不忍心啊。加速度怎么是加速度？手机掉下去就有加速度。丢出去也有加速度，你手上下快速移动有没有加速度？也有嘛，但是这样你比较累一点。我想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开关门，有点辛苦。好，所以我大部分还是用旋转。那哪里有如果？哎，这种条件的判断是属于什么？我们程式的基本功能，每一种程式语言都有，所以你要找哪里？基本功能里面有没有逻辑判断？如果怎样就怎样，有没有看到了？
如果什么条件，所以我把这个丢出来，我先把上面这个先拿到旁边哈，我们单纯先这样看，你看我先去侦测嘛，对不对？侦测哪一种旋转和翻转哈，如果什么条件，如果那后面你要给它是不是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有成立或不成立？成立的我做执行嘛，那不成立不是有个否则吗？否则在哪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齿轮？所以我就把齿轮把它按下去。有没有看到否则？拉过来，这样下面是一个否则。如果你有多个条件，就否则如果，对吧？今天考了100分，就去吃大餐。否则如果大于只有60分，我们就在家吃饭。如否则就是低于60以下，就准备那个长一点的饭，对不对？开玩笑，就像这样，了解了。好，所以一样的，这个不要就丢过来，就没有了。好，像这样子，这就有了。如果否则，那条件在哪里？跟逻辑有关的还是都在这里？有没有下面这里？对不对？如果怎么样，什么条件等于多少或大于小于，有没有看到？那它的条件在哪边？是根据我们那个侦测到的角度或那个数值，就跟进阶功能是不是有关系的？来，你看我们卷到下面来，刚刚是不是在这里？因为你要判断的是不是在这里，水平的啊，还是加速度啦？哦，你看我把它拉出来，是不是装进去？有没有装到里面来了？哎，如果它水平的翻转，还是前后翻转，还有左右翻转，有没有很多？水平翻转比较容易啦，前后就是往前、往后，这样叫做前后；左右，这样是比较水平的。前后，好，然后这个，等一下，水平的旋转是这样子，对对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是左右翻转的哈，左右翻转好像比较顺利，好，所以。这个大于等于后面是一个数字嘛，数字你可以抠里面的，也可以在这边，数字也是程式的基本功能，有没有数学式？你从这里找，其实你从我们原本积木有很多可以打数字的，你可以从这边弄进来，好，丢出来。如果它大于，我就当作它要转嘛，啊，接下来是不是就看你要是开灯还是关灯，还是要马达要转，是有没有都跟我们原本的一样？这样有没有概念的？有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你从我们简报的第86页哈，你可以找到那个程式码，稍微看一下，应该如果你想应用的，就可以把它应用上去。